现在天色一定暗嘛。今天要来吃客家的好料理。那个肉剩下一份的而已。汤不用太多，汤一份。没汤吗？既然说是客家的料理，这样这味梅干扣肉绝对不能没有啦。这说是客家谚语，不要说用客家话说啦，只要用北京话说我就念不出来啊。这间本来是在华平路那个地方在开，现在搬来俊平路，生意刷得如何呢？这黄色还是这个？我来这家其实是一位在地的资深食食通跟我说的。这个餐厅是吴爸爸的最爱，来自己的时候客家小炒这间店有点素啊啦，有点素。啊，就安尼，经济实惠，口味阁会合。啊，就安尼，食一便饭，饮一下小酒啊。爱店人是你拍的。啊，伊个伊款迄落。猪脚。猪脚。猪皮。猪皮。啊，即个伊款迄落。这个姜丝大肠，姜丝大肠，这个哦，蒜炒猪肉，蒜炒猪肉，啊，这个当苗啊，哎，我是煎的，焖的，很有劲啊，哎，我嘛是拢真好的口味啊，你是看我你是食，大家来阮这么多吗？我诶，拢像渔夫啊，甲素拢全做来才啉烧酒啊，经济实惠啊。啉烧酒，过来，啉者。哎呀，咱敬渔夫者来共赏。来敬大家者。啊，你免啉烧酒。当然，阁有真侪好食诶物件，不过即马伊擦擦起码是开动喽。